歌唱都还在眼神，身体够个天堂的大门，一个个尽头。大哥辛苦了，跟你拼石头。嗯，来拿着吧。我们有，你们有是吧？有啊，自己有、嗯。你们挺辛苦啊。不辛苦啊，好，太厉害了。你们这样子是一天有多少公里？一天20公里、嗯，这么厉害？那你们是从哪里出发的？我们一个4个月了。4个月了。嗯，从哪里开始出发的？7年。嗯。哦，7年，目标是到哪里？到拉萨。啊、哦，到拉萨。嗯。啊、挺辛苦啊，你们。辛苦。嗯，就是一种信仰吧，哈。信仰。嗯，对，就像我骑车一样，嗯、我也是一种信仰嘛，嗯、就是想骑着围绕中国转一圈，我也是一种磨练吧，也是一种修行吧，应该是。嗯，那你们有几个人一起的？3个人。3个人是吧？那像你们回去是怎么回去？你们是有车的是吧？嗯。有吃的是吧？有。哦，有吃的。那晚下大雨那啥的就不走了吧？嗯。啊、那还可以。那像你们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没有钱的啊，没有收入的啊。没有。就是纯属一种信仰嘛。对对，非常敬佩你大哥，真的非常非常敬佩。啊？我是云南那边的。啊，那边也有从香格里拉，然后朝拜到拉萨的也有，一路上也挺多，挺佩服你们。我走了四个多月了，我也是3月份出发的。嗯，那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大哥。嗯，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啊，再见，好。给他们这种。哦，他们是。走6步1拜，是的，6步1拜啊，非常敬佩。我就继续往前出发吧，不打扰他了，再见。扎西德勒，再见，一路平安啊！啊，好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